来快点。哦，还没上。大家好，我是山仔。由于键盘是非常时期，有些人嘛就有个小感冒或者小咳嗽之类的。因为现在这个时期嘛，很多人都不喜欢到外面就医或者怎么样。今天山仔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小窍门，比如用这种车前草，用车前草煲水喝呢，就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，就可以免去很多麻烦了。把切前草的叶子放下去，再煲个五分钟。只有自己最清楚，付出了这路，青春已恍惚。原来只是一个错误，年少无知太仓促，和你走上。最后一定要记得加一点盐，最好是生盐。昨夜梦难留，今夜难有梦。切前草已经煎好了。切前草在我们农村，是一样很好的中药。比如感冒咳嗽都会用到切前草煎水服用。特别是在这个非常时期，最好多喝一点，它也能预防感冒啊什么之类的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祝大家身体健康了。